我知道你们要拖时间，要杯葛啊。看到行政院的版本，早上讨论过的，不要再来了啦。我可以再问一下，大家讨论原来你们刚刚也在都比现在还，你刚刚也往回头再去提到前面的讨论，为什么不行呢？印证这个十二条讨论早上是对的。今天有洪都拉斯的国会议员来所以我去接待他们所以刚才的讨论我稍微晚一点过来的。不是，我请教一下，我是国民党的，我是国民党的。今天公投法并不是只有内政委员会委员的事情嘛？今天公投法是全民的事情，为什么你要限制时间去讨论？所以为什么程序的部分你不能够？我们有一个法案在协商，协商召开了七次，国民党都不出席。现在我们另起炉灶，想要在这里好好讨论。我们早上花了一整个早上讨论一条，下午等你们快一个小时，然后开始讨论，到目前为止一条都没办法过，你还要讨论多久？过去你们在政党协商杯葛七次，这个法案已经拖了两年多了。李委员，你恐怕是第一次来这里讨论，你不要再发言了，好不好？你程序委员刚刚已经处理了程序问题嘛。